听到有人叫我，是我叫的。你可不是温泉饭店的小开。你家温泉饭店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你管什么意思？应该是圈圈的意思吧。跟官网上面的照片都不一样，我可以告你，知道吗？投币，投币，投币，投币。你们可以投币，但不能做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你们有听到吗？可怕的声音。闹鬼。什么叫他们已经死了？他们看起来像死人吗？婉转一点，奶奶，你婉转一点跟我说，有没有人死在旅馆里过？有鬼！不准走！又想去哪？这间旅馆是你们的梦想吧？只要这间旅馆在，我就觉得他们也还在。一。拼命去做，二，一定要好事发生。三，让开！要走的不是我们，这是我妾小金家的旅馆。